他吃完再去剃其他的鸡冻。还要买啊？因为这礼拜安排什么？Hello， 口罩这么酷。对。你刚好今天来实习，我最近做了，谢谢。最报告，那请问你第一步？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，在展之前就买了。哎、hey, ，hello hello。发射的。哎，这也是现在分子成道嘛？对，他这次做那个仿，就是把长翼放进去。对。真的蛮好玩。他都卷成片子，然后做宣传。李雨琦他就是拍他去冰岛的时候拍的这些风景，啊，他把他自己心境，因为他常常一个人的梦想出来，那这影像就跟我们影片可以复制一样，他就只有这一张。严格说起来，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，对，就跟一般摄影的不太一样。那这个，对，这四张而已，这画质最好。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示范案例。
些事情，你就很难看出来他是什么，就是说他是哪一年的年纪的人，你要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大人的状态，所以他在绘制人物的时候都不会有特别的标签。这个是梁良才艺术家他的画的作品，特别的写情感在内心上。那其实会特别讨厌，其他这些都是反射因子来讲，是用很新美的方式来做，所以其实很多年轻艺术家，那我觉得很重要。你属牛的，你属鸭。我们鸭子是我妈属的。会发出有点像他们可能某一些古文明啊的一些遗迹的一些神像。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好像比较具有变化的一个某种程度的学习东西。先拍废片。凌晨第一个客人跟我们开市啊。哦，看到了。这个，好了，打个三五秒，对，找准确的开始。或者是你到的时候，你到的时候看怎么样？如果还像你跟我来说，好吧，这么好，我这个再跟你讲。嗯，如果要看看专业是什么？哦，好的，录影的东西、啊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可以帮我对，越老越不像，越老越不像。其他这个没，其他这个结构，这个东西不是对，那就那就要那就要流失掉，因为他不接受了，因为他去条件一年大概做十几万。哈哈哈！你大哥，你好，哇！你不讲，我不知道注意他身上的身体。东尼啊，想大学的时候，对我的名牌的。艺术就搭一个字。
台上关灯。马卡龙红包袋。现场的条件比较，因为饭店对，没有办法很，打得很满意，所以就自己准备一下。太用心。这是中版的，就是现在看到这个，还有一个。两个人他是对他自己去磨，可能磨石头、磨宝石、磨植物，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农场。然后在一个外在世界多变的时候，依旧要去守护自己的内心。所以他在骷髅头上面。因为我记得这个好像那些猎物变成他的伪装，伪装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用的。恭喜新空间，是欢迎你现在是一个很厉害哦。家里对，就是是非常密切的，就是他家里有很多的狗。他的狗都是贵族狗哎。卖的怎么样，妹？这次难得卖了。哦，好。嗯，有个人买的。你都逛了一下吗？分走班了。带客人去逛的。哦。我刚才才带客人来。真的。是吧？哎，老师。哎，你好。他们说了。对，那个抽象的，他有把大招拿来。是。要加一下，好。
哦，我知道，是什么？徐悲鸿。对，这次的这是一个摄影的作品，这两部作品都被放出来。像这个里面，可是我看到画廊，我怎么，我刚才不是说在哪可以？那为什么那爸为什么没有进出来？对，放反了。他说这张是给我的哦，你想要那张？我要这张，我要这张哎，所以上8000，我一定要拍给他看。哎，又遇到了。对啊。你干完了吗？还没。才刚。对呀。慢慢逛，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